嗨，各位，依旧是我。今天是手学的家常菜环节，正好赶上超市的一个五花肉大姐，就买一个五花肉，然后自己泡点粉丝，真的五花肉粉丝，话不多说，走。太香了，这糖东西，好糖好糖。搞定之后才买了2%。我觉得现在真的能吃上这些已经太幸福了，这乳也是炖的软烂的不得了。香菇、猪肉，还有粉丝。哇，红鸡一口。